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第三季暖心回归，秉承赤子之心，我们将塑造王牌的时代力量，传承王牌的行业巨首，致敬王牌的幕后英雄，打造王牌的价值高地。掌声欢迎这一季的队长王源！一张张王牌的叠加，铸造了团队的力量。王牌家族诚意集结，对面新来了一位队长，又老，哎呀，脸上的皱纹也多，筋骨也不太灵活。沈腾回纳，怕就说出来，这一季一期都不让你赢。新加盟的王牌特工是不是你的期待？我觉得我们更适合金凡过来，以免现场观众支持率一边倒，所以才把你们俩。请问你们组合的名字叫？纳腾组合。我们是00后组合。那个00后的后呢，却不是后边的后，是厚度的厚。啊，不是王后的后吗？王牌首战即将开启。这是一群年轻有为的人气演员，谁来我们都不怕，大家团结巨无霸。沈腾队长第一次，王源以后别放肆。欢迎郑恺。2018年到目前为止票房最好的演员。好了，我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是特别重量级的神秘惊喜嘉宾，到底是谁呢？王牌拼高低，逆光也清晰，马上进入的是 vivo 王牌时刻。欢迎你，欢迎你，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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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绝对是我童年的偶像，偶像中的偶像。哦，贾玲，哎呀，老师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真的回家了啊，感觉非常好，因为我是祖籍啊浙江绍兴，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六老师，其实什么？因为为什么我父亲叫六龄童？他从6岁开始学艺。哎，完了，我的伯父呢，7龄童7岁开始学艺，所以叫7龄童。那么戏曲界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比如说父一辈比较著名的话，哎，下一代都会在前辈的艺名前加一个小，或者说中间加一个小字儿。你比如说，对啊，我们过去有5声泰斗。那老师，今天我们有一个队伍的选择，您想去这个红队还是去蓝队呢？老师，来我们这儿吧，老师。一定要到我们这边来。您衣服都穿成这样了，您这个本身就穿着一身红，再去红队呀，有点想不出来。反正到我们这儿呢，您显得更突出。好，哎，那个沈腾的话有点道理啊，因为我唱红的，我跟红队在一起呢，人家觉得是不是你们事先说好？不会，不会。这个蓝队呢，有我这个红色显得突出。是，对，太好了，基本上就是降妖除魔了。谁胜谁负其实一样，是啊，咱们友谊的竞争啊。我们是都无所谓，但是沈腾心眼小，他还较真。胜负只是一个过程，更多的就是感受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影视剧的一个发展，因为影视剧真的是反映社会进步的一个浓缩最棒最棒的窗口。因为我是完全经历了这个过程，嗯啊，从78年就要改革开放开始，我是考入了我们浙江省昆剧团，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一个艺人子弟，那时候是不招生的，那么之后就不用说了啊，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借我们中国电视剧。啊，从成长啊发展壮大，大家与我们共睹。是，今天我们也用这一整期的节目，又是致敬又是回忆，同时又是对未来发出一个最美好的期待，是吧？是的。
本期节目规则，今天他们将通过两轮比赛争夺最强演员组合称号，每轮获胜队伍将抽取一部代表一个年代的通讯设备，在最终的验证环节，率先打通剧中演员电话的队伍即获得本场胜利。王牌特工拥有阻碍对方队伍获胜的技能，以利于本队获得胜利。本场获胜队将获得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小郎酒提供的10万元环保基金。其实第一轮的比拼对于在场的每一位来说应该是最得心应手的，马上进入第一轮，台词传声筒。王牌对王牌，星耀红 vivo X20 全面屏手机，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本节目由 vivo 冠名，本节目由小郎酒特约播出，小郎酒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欢迎大家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更多节目内容和幕后花絮。王牌对王牌，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台词传声筒啊！进入之前，我先问一下两位特工，在这轮你们彼此拥有的特工权利是什么？贾玲。我是指压板。指压板就感觉一个没有什么用的特点。哦，相当有用，我跟你讲。真的吗？指压板是最狠的惩罚，是最狠的。娜娜的技能呢？我的是让那个门延长5秒钟时间关。啊，这轮传递的都是经典影视剧作品当中的非常有标识性的台词。台词传声筒，游戏规则。每队派出5名队员进入隔间内，其余4位戴上耳机。第一位队员观看需要传递台词的片段，并传递给第二位，最后一位队员复述。传递内容正确率更高的一队获胜。沈腾队长，你派哪5位？慢一点，哎，别，小心，小心，小心腿别。首先，我们俩要上。对，我们俩上。对吧？这个毕竟跟他们相比，我们上电视的机会并不多。啊，对对对，要抢一点，抢一点。这个翟天临吧，哎呀，莹莹姐，老师，您也请，您也请，慢点，观众是特别希望对多看到您，来，哇，来，请都戴上耳机。好，其他人都已经看不见也听不到了，天临准备好了吗？来，请播放片段。好大的风啊！师傅呢？哦，那边。我这怎么演这个？来，请播放片段。好大的风啊！师傅呢？哦，那边。我这怎么演这个？这师傅上哪去了？师傅。刚才师傅还在马上，师傅一转眼不见了。师傅。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师傅演的，翟天临懵了，翟天临懵了，加油！这个一人分饰3角加一匹马哈，哎，这都谁说的话来着？哇塞，这谁说的话这是？好，开始了。啊！什么什么？第一句？好大的风！哎，师傅呢？啊，然后到那边去了。啊，这师傅上哪儿去了？哎，然后这边说，啊！哎，师傅，哎，师傅，哇！然后刚才那个刚才师傅还在马上，那些嗷啊的，我刚才师傅还在马上，那怎么一转眼就见不上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师傅师傅喂，然后这个时候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这个时候这旁边有匹马，我沈叔已经放弃了。时间没那么多。
多，你说点有用的，你说点照这上说。师傅，你家逮啊！好大的风啊！师傅呢？哦，到那边去了。哎，师傅上哪去了？师傅，刚才师傅还在马上，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师傅，师傅，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他就跑了。然后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啊！你背着那个山的孩子上，哎，你背着孩子上哪去了？哎，好，停！哎，师傅不听，别跑，你们也不听老师的劝。快快快！好大的风啊！师傅上哪去了？好大的风啊！师傅上哪去了？师傅呢？师傅呢？师傅上哪去了？刚才不是让你好好看着他吗？你怎么一眨眼功夫师傅就不见了？对，哎对，那就师傅呢？师傅上哪去了？师傅，老爷的沈腾好心酸啊！第一句什么？第一句。好大的风啊！师傅呢？师傅上哪去了？刚才不是让你看着他吗？那是师傅呢？师傅上哪去了？这么一眨眼功夫，师傅就不见了。师傅，这师傅呢？师傅呢？师傅上哪去了？这第一句的来自什么什么鬼？什么师傅呢？娜娜永远记不住第一句。好大的风啊！师傅呢？师傅上哪去了？怎么不让你好好看着吗？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对，师傅呢？师傅上哪去了？完了。哎呀，好大的风啊！师傅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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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让你好好看着师傅了吗？你怎么把师傅给看丢了？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在哪儿？师傅，师傅人呢？嘿。什么？不让你好好看着师傅吗？黑在哪里？师傅人呢？你把师傅丢哪去了？黑在哪里？找师傅呀！嘿，找师傅，找师傅，找师傅，师傅。最后一棒传递。对不起，偶像。我不是让你去找师傅的吗？师傅人呢？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呢？嘿，是个话痨。你这是几个人物啊？它里面好像有十几个。有师傅是吧？你把师傅的动作基本动作做出来，是不是？师傅，哎，把你哎，俺老朱，你看他有特色，沙和尚，是不是？猴子孙悟空，所以你这个动作不清楚，我就不知道你的每个人物讲了什么话啊。哎，你有点像。有点像三打白骨精也不像，那你要找师傅的话，那就很多了。《西游记》里头，对对对，就是老师最后有一个黑的，有见过吗？这有一个黑，有见过。我跟你讲啊，大战红孩儿，哎，孙悟空去抓那个红孩儿去了。哦，完了那个唐僧骑在马上。孙悟空让八戒和沙僧看着他，等到回来的时候，师傅不见了。哦，好厉害啊！就是这段，就是这段，完胜了。师傅上哪去了？徒弟，师傅上哪去了？哎，完了，孙悟空，哎，八戒，师傅呢？那我就得问他了。是，沙和尚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不知道上哪去了。气的呢，我的天哪！刚才师傅还在马上，师傅一转眼不见了。师傅，三十多年拍我大概台词都忘了。完了，那个猪八戒说了一句：“师傅是不是跟灯草似的，风一吹就给吹走了？”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是不是有这样？力挽狂澜啊！偶像，这给圆回来真的赢了。上面有一个小孩，我说对，就是那个小孩，其实他是个妖怪，把师傅给卷走了。师傅不认识妖怪，难道你也不认识妖怪吗？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真的是30多年几力胜了。要不是你的偶像力挽狂澜，怎么可能还着不得回来？这个词已经在血液里流淌了。是啊，大意大意。哎，好，小圆派人出战吧，五位，走你吧。四个，五个，五个，五个。刘云，来，五个。对，上个女孩吧。我不是在吗？我这么娇羞，你看不出来？安排一下位置啊。你的视频请看来。
站住！你知道我跳到黄河里，你信不信吗？还剩两天，两天，你要不是现在从保姆介绍所，现在不是咱们，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你说了多大的话，你知道吗？我一伸伸嘴都说不清楚了。你不要对我咆哮。来看贾玲天真烂漫的笑容，马上脸就会变。来，站住！你知道我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了，还剩两天。要不是去什么保护介绍所，谁能拍到我们？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麻烦？你知道你给我撞了多大的祸吗？我浑身都是罪，我也说不清楚了。你不要对我咆哮。再说一遍，站住！站住！你知道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还剩两天。你要是不去什么保护介绍所，谁能拍到我们？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你知道给我闯了多大祸？你知道吗？我一身都是嘴也说不清楚了。你不要对我咆哮。站下来啊！可以站下手。两个人啊，站住！哎。快点！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祸吗？还有两天就搞定了。你要是不去保姆介绍所，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现在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你还什么？不要对我咆哮！不要对我咆哮！恶心！你不要！完蛋了！没有恶心两个字。完蛋了！你还有两天就要关门了。你不要把我的母亲锁上。嗯，是你再说一遍。门已经关了，请向下传。完蛋！你不要对我咆哮，还有两天我的母亲就要被锁上。完蛋！还有两天，不要对我咆哮，咆哮，笑。保护介绍所，你不要对我咆哮，咆哮，笑。你不要对我咆哮。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哥，这是这样的，你冷静一点，你不要对我咆哮，还有两天我的母亲就要被锁上，你。我们稳赢了。好，最后一棒传递，你冷静一点，还有两天，我的母亲就要被锁上，你不要对我咆哮，你不要对我咆哮，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还有两天我的母亲就要被锁上，你不要对我咆哮，你冷静一点。好，来了，到前面了，你记住了几句？大概先告诉我一下。周一围跟我说的，我全记住了。有几句呢？总的来说三大句。哦，三大句，来看看记住了什么。你冷静一点，不要对我咆哮，我的母亲就要被锁上。你不要对我咆哮！啊，真不愧是一帮影视剧演员，记性是真的好，特别棒，特别棒。但你们考虑过母亲有多无辜吗？怎么就要被锁上？圆圆，我跟你说，就是你搞事情。不是，你知道，在我脑海里，贾玲姐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只记得还有两天。就是你先把母亲锁起来的。到底是什么嘛，郑恺？来，凯凯，台词给你再来一遍完整版。是这样的，这里边有两个角色，第一个是高圆圆演的，站住。然后赵又廷说：“你知道我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了，还有两天。你要不是去什么保姆介绍所，谁会拍到我们？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你知道给我闯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我浑身都是嘴，都说不清楚了。”你不要对我咆哮。完全是两部戏，完全是两部戏啊！我们可以完胜了。他们统计了一下，说就对七个字，还对了七个字呢。恭喜啊！恭喜！哎，有冷静一点，有吧？
没有没有。哦，那是你清醒一点。对，那是你清醒。你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干嘛？你清醒一点。蕾蕾压轴啊，最后表演啊。最后我不行啊。就给他们。不行了。哎，终于没有压力了。人员已经选定了，问一下贾玲贾特工，你要不要使用特权？你的指压板要用吗？我上上指压板，给翟天临。滚！为什么是他？因为我们俩互相仰慕很多年了。她是我的女神，是真的。哦，上指压板，指压板啊！干什么这是？指压板。哟，哎，这是升级版呢。咦，我看看这个。哎，这是小竹笋。哇，这个太吓人了。这是疼的那个。不带这么玩人的。天林。要拖鞋。拖鞋？嗯。不光拖鞋，还得脱袜子啊。我没穿袜子。对，光脚踩。可以坐在上面，然后要在上面做立定弹跳，跳100下。骗的。哎，但是我真心是一心向蓝队啊，我连鞋底都是蓝色的。啊啊啊啊啊啊！哦哦哦哦哦！出外谋生真的好辛苦啊，我觉着。加油！你给我等着，我告诉你。你行吗？撑得住吗？撑得住，我们就开始了。好，这段我觉得，放开眼，请看视频。我要进攻去，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我。哎，这个打戏得演出来。他要死了，你懂不懂？他快要死了，蝴蝶都离他而去了。你不要拦着我。让我进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我要再见他一面。啊！要命要死，清醒一点！我不要清醒，我要还乡。这是个啥呀？这个哎，我觉得涛哥，这个不光得说台词，这个还得把打戏部分也要表现出来。我一个打星，这点动作戏能为难得住我吗？来吧 ，OK 了啊！传递开始。我要进攻去，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我。他要死了，你懂不懂？我一个打星，打星。咱俩一顿过招，我把你给。他快要死了，蝴蝶都离他而去了。你不能给看词儿。你不要拦着我，让我进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王丹，你不要这个样子，你清醒一点。我不要清醒，我要含笑。王丹，你不要这个样子，清醒一点。好，我继续。请上指压板，请上指压板。我要进攻去了，谁都阻止不了我。我要进攻去了，谁都阻止不了我。没了。蒙丹，你清醒一点。韩香，不要。蒙丹，蒙丹，你要清醒一点。他是要痛死了。蒙丹，你要清醒一点，你不要这个样子，你要清醒一点。我是韩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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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韩香，我要进攻去了。武打动作，武打动作。啊，一顿夸夸夸，一顿夸夸夸，死了，谁都阻止不了我。好，继续。啊。这个，哦，那是什么？啊。哎哎，那个，我要进攻去了。我要进攻，谁也阻止不了我。我要进攻去了，谁也阻止不了我。蒙丹，蒙丹，你不要这样。蒙丹，你不要这样。哦，没有啊。然后我要进攻去了。然后那个我什么我蒙丹，你不要这样。蒙丹，你不要这样。哎，那个蒙丹，你不要这样。然后
你不要这样呀，你不要这样呀，一顿武打动作哈。我要进宫去了，谁也阻止不了我。娘，我要进宫去了。娘，我要进宫去了。娘，娘，我要进宫去了。对，我要进宫去了。蒙丹，你不要这样。蒙丹，你不要这样。哦，没有啊。蒙丹，你别阻止我。什么什么？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嘿哈哈哈。孟丹啊，孟丹，孟丹，孟丹，好，传递完毕，是这样吗？对对对，对。金志磊，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你得到的信息，直接开眼看到了什么？娘，你不要阻止我，我就要进宫去了，孟丹，孟丹，对对，我接收到的信息是这样。已经把听到的全部信息传递出来了。娜娜，是我的问题吗？娜娜，娘是哪里来的？娘，我要进宫去了。娘，我要进宫去了。你说的是什么娘，对吧？就是娘啊，那个妈妈那个娘。妈妈，妈妈不是被锁起来了吗？今天是母亲节吗？这哪有娘呀，一个都没有，谁告诉他有娘的呀？什么娘啊？是我演的娘。我错了，我错了。你们看一遍原腾哥，再来一遍原版，让他们感受感受你的传递的能力。责任不在你。我要进宫去，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我。他要死了，你懂不懂？这是打戏啊！一顿打，完了把他拉着，他就快要死了，蝴蝶都离他而去了。彭昱畅，你这都没跟我说呀？对呀，快要死了也没说。孟丹，你不要这个样子，你清醒一点。我不要清醒，我要含羞。哎，这不是我的台词吗？含羞没说呀。清醒一点，你总得记得吧？你蝴蝶你也得记得吧，大哥。是这样的，你是学表演的。天灵哥，因为你刚刚站到上面，我看你太痛苦，我帮你把耳机摘下来，我就忘了中间那段了。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演电视剧出名的，还是演哑剧出名的？怎么能在瞬间就能把所有重要的东西全部忘掉？我想着。经过了统计啊，你们这道题传递了六个字：中国的卓别林。就对了六个字，来互换一下啊。棒棒的。哇塞，这个真是太疼了，这个。太好玩了。那东西太疼了。特别疼那个。特硬。我踩过那个特别疼。来，你先选，你想哪儿？我选第四个。我在第三个。哎，贾玲也上是吧？啊？哎，这个仇报不报？涛哥，我们能把我们的特工技能也换成指压板吗？我们也要指压板啊？对。没有。还是放三号位是吧？给三号位指压板，给三号位指压板。不是。你们是那个门延15秒？没，我们不要那个。对面队长都说了，把那指甲板拿上来。别，冤冤相报何时了？不行，再拿几个。给三号位指甲板。我无所谓，我不害怕，我相信我们红队一定有一个人替我站上去。哎。想都别想，别说五个人的队伍，5万人的队伍都没人替你站。你们太过分了！太狠了，太狠了！我不行，我有扁平足。那你的疗效会更好。女神，我们是互相仰慕的嘛？哎呦，我起来！哇塞，好开心啊！我今天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我本人长期的体重其实是106斤。哦，停，先不要惊讶。106斤的时候，我的脚是36码的，后来我长胖了很多，我的脚依然是36码。嗯，就像一个圆规一样。
你解释半天，请你把袜子脱了。袜子脱吧。不是，我问一下，那个特工的技能可以随便变吗？不能，所以要把袜子脱掉。你给我起开，王源，你说句话呀！哎，贾玲姐，王源，这时候你不站出来保护你年迈的姐姐？姐，你站那儿真的 OK。我起。行，你要觉着穿着袜子看不出来是扁平足的话，你就穿着。好，请戴上耳机。一维选择了站在第一个。当我拿到台词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应该慎重一些。哦呦，来，台词给你，请看片段。我的妈呀！娇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人妖岂可相提并论？这个简单一些。周一围，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扑空啊！这道题的华彩就在那个扑空。哎呀，可以的，可以的。找到那个感觉之后，找到了吗 ？OK OK， 好，来传递开始。哎，来。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这一趴，中间这一趴可以跳过啊。还在说戏的呢。周导上身。玉帝哥哥，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歇吧。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你怎么不理我呀？啊！你怎么不理我呀？对呀。OK。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哇！好 ，OK， 你等等。人妖岂可相提并论？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安歇吧。你怎么不理我呀？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咱们比他们字儿多多了。好。呀！快说，快说，玉帝。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行了，行了，行了。你没说完呢，哎，没说完。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怎么不理我呀？你为什么不理我？良宵难得，你快去睡觉吧。玉帝哥哥不去睡觉，为什么？行了行了行，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良宵难得，玉帝哥哥，良宵难得，玉帝哥哥，睡觉吧。你没有很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这结束了。我说完了，你得听我说完。我说完了，可以了。玉帝哥哥，我不在乎分数。玉帝哥哥，人生良宵难得，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啊？不去睡觉，你要注意啊，你要加点小心。他还自己加戏。好。太疼了。啊，玉帝哥哥，什么？你要去哪里啊？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啊？玉帝哥哥，良宵很美啊，玉帝哥哥，良宵很美啊，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啊？玉帝哥哥。去睡觉啊！把狐狸精的用意全给抛掉了。玉林哥哥，玉帝哥哥啊，良宵什么什么很美什么，你要去哪里啊？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啊？好，传递完毕。我们看看萧素这轮大概，真是，说说吧。幸好我看过《西游记》。
而且我肯定他一定是女儿国中的片段。哦，你看他。大概应该是玉帝哥哥。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肖素。垮台垮台。肖素，人呐有时候不能太自信。你去范儿起的挺正的啊。哎，接着想，接着回忆。玉帝哥哥，你别走啊。你别走。你准备去哪儿啊？去哪儿啊？那个，你看我美吗？你就不能留下来陪我吗？哦。不行，不能编，不能编，按原词来。然后，加个微信吧。还改吗？不改了，没了，也想不出来别的了。一共对四个字儿，玉帝哥哥，就对四个字儿。我宣布一下啊，四个字对六个字，所以呢，这一局获胜的依旧是沈腾队，恭喜。贾玲，我特别想问你一下，什么感觉啊？太疼了。你怎么对我下的这个狠心呢？不是。郑恺最那什么，他竟然把我拉过去。不是，我要不拉你，你听得更少，连玉帝哥哥你都没听见。怎么样，如果各位觉得玩的还不够过瘾，我建议大家下载同桌游戏 APP 去玩更多的王牌游戏。好了，第一轮已经结束了。这轮最终获胜的是沈腾队，但是关键分就在于六小龙童老师直接把那道题完整回忆出来。再往前推，什么最关键？什么最关键？是选对了人最关键。所以我宣布一下啊，获得通讯工具选择权的就是沈腾队。来，我们请王牌女郎把四个年代不同的通讯工具啊拿到台上来，可以进行选择啊。老师选，老师选，老师选。您选哪个？哦 ，vivo。新耀红 vivo X20，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vivo X20 它对应的这个影视作品呢是《捉妖记》。浙江广电集团旗下蓝色星空影业和安乐影业等共同出品的合家欢电影《捉妖记二》，希望大家到时候走进影院给予关注，谢谢谢谢。哇，《捉妖记》！如果这个是正确答案的话，将会连线到的是《捉妖记二》的主演井柏然。马上进入下一环节，王牌大剧院。王牌对王牌，王牌对王牌。好，谢谢各位，现在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王牌剧院啊。好，这一环节呢，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考验的其实是临场应变的一个能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演员必备的一个素质。在这个环节考核之前，我要为大家请出一位考核官，让我们欢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老师刘天池老师。王牌拼高低，逆光也清晰。马上进入的是 vivo 王牌时刻。刘天池老师是我们演员诞生里面最爱的一个老师之一。哇！欢迎欢迎欢迎刘老师！哎呦，欢迎！感觉跟回演员诞生差不多呀。欢迎刘老师啊！刘老师是作为一个考核官的身份，我刚说了要考验他们的即兴反应能力。题目由您出，好，谁演由您挑，舞台交给您，请大家入座啊，随时接受考验。好，接下来正式进入大剧院演技热身环节，刘老师，请出题。那这样啊。先出一个动物类的，因为刚才我看他们那个记台词那个环节呀，我都堪忧了。刚才沈腾老师都说捧捧你是不是学哑剧的，这怎么从演员诞生来的呀？没有台词的最适合啊。来，今天恭喜你押题押对了。
一号看沈腾老师这么开心，冒昧的就给您吧。别了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动物模拟这个阶段，我请病假来着。你想欺负一下零零后吗？挑一个零零后。王源吧。挑了一个零零后，不能以大欺小啊。这个题呢，是一个猴爸爸带着一个猴崽子，俩。老师，那我是猴爸爸吗？随便，您可以。我们俩都是猴崽子，猴爸爸在那儿呢。好，对。猴一般平时是吃桃子啊，我们想看看猴怎么把这个榴莲给吃了它。哦、吃榴莲。OK， 来啊。太厉害了，懒猴。懒猴。这是什么猴？这是一只瘫痪的猴，是不是？对，狮子来了，狮子来了，狮子来了，瞬间腿脚好了，腿脚都好了，狮子来了。好好，两位队长，两位队长，刚才演的是这个猴子。其实说到猴子，场上有全中国最权威的演猴子的大师，对不对？我们现场点评一下，请刘小龙老师现场点评一下这两位怎么样？您觉得？都挺好的，整个创意策划都非常好。但如果你们要是对这个猴子有真的了解的话，会演得更好。如果要稍微细一点的讲呢，就是从形到神。那你比如你刚才你蹲着，蹲着你两个脚这么蹲着它就不好看，你要这么蹲着呢，对吧？你这么趴着它不就好看了吗？对吧？对对对，就像其实它就是形式的不同。你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捡一个石头，你就这么捡就行了，但你拍出来可能不美，对吧？你演舞台剧的话，你稍微注意点形象。你要演戏曲的话，不就这样了吧？啊，是不是？你要演舞蹈，它不就这样了吧？就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一定要就是真听、真看、真思考。就是说，《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第一集跟中间跟最后，他的形和神都不一样。你发现没有？就是我的，你看第一集的猴子是站直了以后啊。跟真猴子一样，他是这么走的，是吧？他是这么走的，哎，到了慢慢的，他就是你看一个脚是虚的，对吧？显得就很机敏，这个尖耸尖，但你不能僵，那叫僵硬了，是吧？演的就不好看。你要做个瞭望的动作，你看，要有猴子特点。我还要有哎，我觉得我学就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就是哎太拙劣了。你看你看，很好啊，非常好，你看，对吧？啊，包括孙悟空的高兴生气，他跟常人他不一样，啊，人高兴哈哈哈笑，孙悟空打笑怎么样？他那是这种情绪。那么他有形和神都有了，学，赶紧学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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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一个高兴的。这个窍门在哪里？你看两手轮番舞动的时候，不是这样就慢了，看看，你把那两个，你看那个轴啊放在这里。哎，你看掌心放在这，你看，这不就快了吗？哇，这不就快了吗？哇，是吧？对对对。哎，谢谢。你包括刚才主持人在问我，那猴子吃辣椒会有什么感觉？对，吃辣椒，《西游记》里有那个吃辣椒的，他先是闻，所有的那他这个嗅觉很灵敏，
闻，哎，不好吃他就扔掉了。所以你看我第一集演的时候，一看人家在吃什么东西，他像一个小孩一样模仿，哎，他一拐着拐着过去去拿一东西，哎，这什么东西没吃过呀？一吃，那里有个过程。哎呀！你不能慢，马上他就没有戏了。就这个就是体验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管你演什么，刚才你看那个你演的那个老猴子的很多这种情绪很好，这给他人格化，非常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六小龄童老师其实也演过特别特别多的角色，不光光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样一个形象。那这是我演的吴承恩，哎，从28岁演到他82岁。还有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包括连城诀，舒畅还在来，我演一个大反派，凡是看过这个电视剧的人，对我这个角色恨之入骨，太坏了。完了，下一句就是。孙悟空这么坏我们接受不了，所以我很多角色就没法再去演了。但是我想最终孙悟空的73变还要回归到你自己，那么更多的就是从弘扬西游文化这一块啊，我去多做一点。谢谢您，刘老师，题目由您出。那我再出一个题啊，脱离动物变成人了。莹莹，我对舒畅，哎，对，因为你们两个人好像是在《演员诞生》的时候就没有过对手戏，对吧？再次给一个机会，请二位上来。因为我们的那个演员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他可以去控制，可以释放，但同时情绪可以去进行转换。我们不仅仅是面对台词，一段广告词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出悲喜交加、交替的情感。这个有点难。来了，在那里 ，X20 全面屏手机，一定要悲喜交加啊，不停的交错，悲转喜，喜转悲啊。兜里有手机吗？没有吧？没有。要说你们啊，都没有心眼。我这里也有。你有那么多呀？你都打算薅走是吧？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的。哭转笑，笑转哭。哦，好，把音乐给上大悲，飞鸿 X20 全面屏手机，大悲，心有我，大悲，有红有出众，哇，太厉害了，大喜，飞鸿 X20全面屏手机。心要红，要红要出众，太不容易了。莹莹，这真是干拔。长相俊美而不妖艳，机身纤薄而能量巨大。转大飞。长相俊美，但是不妖艳，机身很纤薄，可是能量巨大。很棒，很棒，很棒，特别好，太很棒，很棒，很棒。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不容易啊！来，我们有请我们的 vivo X20，把这一刻永远的记录下来。这样，天池老师既然来了，你也选择其中一个队伍加入吧，咱们一块玩一玩，不能光你考别人啊，到时候其他游戏环节指不定人家也考你。刘老师，那我们这儿吧，我们这个队吧，位置都给您留好了，位置都留好了，好吧，那我选择王源队。好了，刘老师也选择加入了小圆队。那接下来两轮表演结束，究竟哪个队伍会更胜一筹呢？好了，在观众投票之前，先让我们轻松一下，进入状况小剧场。你们派谁出来应对？派郑凯哥。哦，来，我们马上进入状况当中。接下来要面临的片段会是演员就位。表演
开始。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哈哈，让兄弟见笑了。立正！是吗？不敢演了吗？云龙兄，楚兄，请，请。真的是不错，吴兄啊，看来这酒屋好酒，宴非好宴啊。云龙兄说什么呢？这酒都是好酒，至于这宴吧，国难时期条件差了点，委屈云龙兄了。哎，这说的什么话？我老李是泥腿子一条，打仗从来就是有一口吃一口，不像你们大户人家。来，干，干了。啊！哎呀，他吃上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的部队要扩编了。现在还空个副师长的位置。不知道云龙兄感不感兴趣？你现在已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了。楚兄深谋远虑。哎，这酒不能再喝了。哎。有点上头了，我该走了。哎，李云龙，如果我硬留你，难道你也不给我这个面子吗？哎呀，兄弟，你对我好，心里都知道。哎，只是现在呢。外头小日本也惦记着我的人头，我今天实在是不太方便。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弄得这么兴师动众，但就凭贵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要是真的上了战场，那一点优势都没有。我倒想知道啊，你准备靠什么打胜这一仗？打仗靠的是气势。不能因为别人比你强，你就矮他三分。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仗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咱中国军人绝对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说得好，逢敌必亮剑。楚虽三库，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保重，告辞。哇，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也欢迎张光北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怎么样，两位喝够了没有？如果你没喝够啊，后台我囤着好多小郎酒。太狠了，太狠了，这一招没想到吧？绝对没想到，就说不让你知道是和谁对戏，而且因为张国美老师是《亮剑》的原班人马，是还让我要跟他兄弟。张国美老师，我想问问您，还记得当时在《亮剑》拍摄的过程当中，咱们组里边会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我们拍戏的时候很艰苦，在山西。是在一个比较，就是整个这村没人了。我们这车呀，冬天得开到这个村的边上，下着大雪，而且得准备劈柴。为什么？太冷，零下30多度，烧上劈柴，大家得在那儿围着，要不就受不了。谢谢张国美老师的这个分享啊！来，所有队员请到场地中间。好的，各位观众，这轮呢？选择权在你们的手中，如果觉得沈腾队表现更加出色的话，可以选择蓝色，小乐队这边如果你觉得表现更棒，可以选择红色。两位队长各一句话拉个票，谢谢。哎，好草率，别选他们，谢谢。好，来，各位观众请投票。导演，我们大屏幕是不是有点卡住了？卡住了，加油加油！113比87票，所以最终获胜的是王源队。啊，来，我们请王牌女郎把我们的几个道具啊拿到舞台上来。选哪个？我选这个。翻盖手机啊！对，这部剧呢对应的是90年代。对应的影视剧作品是获得第11届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里程碑的《渴望》。哇！所以如果最终这部翻盖手机是正确答案的话，将会连线到的是《渴望》的主演凯莉老师。哇！马上进入更多精彩内容的环节，经典才艺秀。王牌对王牌。他就这么多，嘿嘿，是俺老孙一棒，杀你个魂也丢来魄也落，身也发抖，魂也哆嗦，打得那狼虫虎豹无处躲，去你个深更深来水更恶，难也遇过，苦也吃过，走出个通天大道。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啊，是剧场版，好惊喜的。这真的很难的，这是几十年的功夫。哇哇哇！你大阿达，
想到你们过来的，谢谢。你们怎么过来的？哎呦，太棒了，太棒了。你们都坐下，你们都坐下。您认出来了？他们是我们那个浙江昆团的母团。是。因为我们去年四月份剧团的领导创排了这个剧，他们邀请我当那个艺术顾问。嗯。因为这个戏啊，今年还要去世界各地去演出。是。真假美猴王啊，或者叫双星斗啊，所以我没有想到。这是给您准备的一个惊喜，包括我们浙江昆剧团的两位团长一直在观众席上看着刚才。每一幕的这个表现，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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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哎呦，猴王，你想说什么？下面由张老师为我们再表演一下，好不好？好，好，好。这个金箍棒非您莫属。上山。嗯。哇，好顺手。我现场给您找一徒弟，刚有人在场上边喝着那首歌边扮演过，过来。我真是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在老师面前献丑。你就这样挺好，就适合年轻的朋友，轻松愉快。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他一站，这是谁啊？美猴王孙悟空。对，没跑。我不敢当了。咱们先做一个动作哈，你看这样。好。哎，眼神啊，小刚才他做的挺好。眼睛那个神很重要。要有点眼白，有点眼白。王源那猴近视，有点近视。这个手不能挡脸，这样啊，对，很好。如果你这个手要这样也可以，你看翻过去，一定你看他很聪明，一定在这位置，就不能挡上。嗯，好，就这个状态，我们叫精气神，对吧？所以你拿着棍子很好，你同样你这么拿也可以，这样拿，你看啊，你这样拿，你们正面人看我就看见棍头了。你稍微斜一点点，你看，就好看了。很萌。刚才他表演那一段已经很好。嗯。对新的年轻的一代演员，我们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健康的成长。好。好吧，谢谢，谢谢。小人的未来就是通天大道，宽又阔。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曾经带给过我们无数经典回忆的这些艺术家们，可以在传递给我们记忆的同时，指引我们未来艺术前行的方向。栏目组今天为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VCR， 一份小惊喜，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好吗？来。1986年春节，《西游记》一经播出，轰动全国。该剧重播次数超过4000次，成为一部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神剧。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西游记的成功也得益于演员不畏困难和精湛的表演，当年剧中的演员也都成了人们心中永恒的偶像，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如来、观音、玉皇大帝、玉兔精，一系列鲜活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六小龄童饰演的美猴王孙悟空，更是成为全国人心中永远的超级英雄。悟空，师父，你陷入潮，我自有办法救你。这是大唐的钟声，我们取经回来了，回来了。
悟空，悟空，悟空，休耍贫嘴。哟，欢迎。你们师徒四人，此去西天取经，路途遥远，经历了99、81难，才取回真经，可喜可贺，阿弥陀佛，多谢菩萨。你这个爱撒尿的泼猴，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如来佛祖，如来佛祖啊！悟空，你走吧。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日后你惹出祸来，我把师父牵扯进来，就是了。我们道家的师祖菩提祖师。好你个泼猴，不在你花果山好生待着，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哎呦！大圣尽管放心，天庭自会发落。大圣，三太子杨斌，哎呀，来，谢谢，好兄弟，好兄弟，哎呀，这么多年，你看，来，老神仙，老神仙，你走得那么快呀！哎，我的老神仙，哎呀，老神仙，哎呦呦，见上。大家认出来了吗？除妖乌鸡国当中那个坏太监啊，金吸鬼灵力虫的金吸鬼。2020撞天婚了，走。哎呦，哎呦，你好多年没有见面了，好多年没见面。三太子，你我本是夫妻，不如留在这皇宫中，与我共享荣华富贵。哎呀，是我们那小白龙的原配啊！好你个唐朝和尚！今夜，哎呦，你已是我的驸马，插翅你都上不了天去。天竺受玉兔的真假玉兔他演的，天歌女王。还有吗？还有惊喜啊！本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今日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望施主容纳我们师徒四人。好，善哉善哉，阿弥陀佛。哦哟，上师弟都来了，这师傅，现在咱们往前走，师傅都让妖怪给弄走了，还取什么经啊？猴哥，干脆咱们散伙。老朱还回高老庄找我高小姐姐。二师兄啊，大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父又被妖怪给抓走了。先把掌声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好吗？我的眼泪都出来了。是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
悟空，大师兄，大师兄，你可回来了！瞧你这模样，啊，太好了。李老师剧中啊，不光这个角色让大家印象深刻，那歌也是被大家广为传唱的，沙利哇沙利哇，那个是不是？来两句听听可以。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是那潺潺的山泉，是那潺潺的山泉，是那潺潺的山泉，山泉。就跟在看剧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今天除了各位演员之外，还有其他三位对于《西游记》来说特别重要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他们。王老师，王老师，哎呦呦呦，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哎呀，王老师，王老师，来来来，我们总摄像师，来来，往前中间站，往中间站，哎呦，景山，景山，哎呦，你好，你好，小崔见面。我的工作就是，把《西游记》所有的，除师徒四人、妖魔鬼怪、神仙佛道，还有这些天上的、地下的、龙宫的。所有上千的这个人物造型的都通过我的镜头把他们表现出来，就干这个工作了。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西游记组录音师冯景山。我在话筒后边了，就是指手画脚了很多年，让我来到话筒前边我都歇菜了，对不起大家。大家好，我叫崔明伟，是《西游记》的武打设计之一，也扮演了很多的龙套角色，啊，谢谢大家。欢迎各位老师啊！了解《西游记》的朋友都知道，整个《西游记》因为当时第一拍摄年代比较早，第二经费也就那么一些，所以会出现一人分饰20多句这种情况。当然，摄像师也只有一位，录音师也只有一位，咱们是用一台机器把整个《西游记》给拍下来。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掌声再次送给各位老师。今天各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有些人还带来了特别特别珍贵有记忆的东西，咱们请拿到台上来。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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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王源。哎，老师。哦，西游记的画册。我们《西游记》用的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全是社会上的精英，今天我带了一点点，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这都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美术设计师，一个是马运红，一个是郑月阳。他们画这个图呢，好几千张，除了气氛图以后呢，设计这个每一个怎么做、多大尺寸的，还有一个制作图，很麻烦的。这个服装设计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也是王于奇同志。他一个人连设计带监制上千张这样的设计图，这是很宝贵的资料，这是原件，宝贵的原件，这是原件啊，一辈子值得骄傲的作品。还有就是带了一些当年拍的很多的剧组的这个生活照、剧照。这个啊，这是王岳第一个这个唐僧，后来呢他去拍电影，这是最后离开剧组的一张照片。
他也杨导演非常舍不得，因为他最后演三打白骨精那个最后一个镜头，杨导演说你是最好的，因为猴子走了，他把他赶走了，又舍不得，又恨他，又想他，眼泪呢含着眼泪也没流下来，这个挺有纪念意义的。临走前一张照片。我们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像戏里头说九九八十一难，化妆造型啊，就包括安全各方面太多太多了。但这个戏整个是这么多年剧组各个工种的配合，集体的努力，它才有这个结果。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台摄像机，一个三脚架，主要用三脚架和各种各样的梯子人来解决，所以这一张照片整个是各种角度的变化，全是用人呢抬着梯子，我们有时候就用三轮车，有自行车当轨道，还有一些工作照，就是西游记剧组所有的装卸活这东西，演员全体出动，不管是师徒四人还是谁，没有特殊的，全都是干活，大家一起干，所以剧组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有这种精神才能出来这样。我还演一老太太，没要稿费。我觉得《西游记》对于在场的每一位来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对于我们人生来说都是特别重大的。谁想分享一下《西游记》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通过拍这个《西游记》啊，我感悟了很多很多。《西游记》实际是一种精神，而且四个人，我演的是猪八戒，为什么师父成佛了？猴哥成佛了，沙师弟虽然不是佛，但是他是金刚，也等于是佛的后补，唯有猪八戒是个使者。所以我就悟出一个什么呢，唐僧是一种精神，悟空是一种力量，沙僧是一种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唯有猪八戒是一种欲望。也就是说，人的欲望是永远除不掉的。所以我虽然演了猪八戒，但是我就想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后半生要不断地把自己的欲望要给它遏制住。西游记是让我走进了演艺的生涯，走进了另一扇艺术的大门。那个时候我是舞蹈演员，因为杨姐导演引领了我进入了影视这个行业。去年四月份杨姐导演已经离开我们了。这部戏应该来说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史无前例，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再超越了。所以我觉得在此的每一个演员啊，在我们的人生能够参与《西游记》的拍摄，对我们的人生都是意义非凡。因为杨洁他在世的时候一再强调，他怀念这个剧组的集体当年的那个精神团结、精益求精的精神。你想他自己本身呢，从五十多岁开始，前前后一直到续集拍摄七十岁了。没有他这个人的坚持，这《西游记》不可能拍成的。他好像是为艺术而生的这么个人，为艺术而死就是这样的。他临死之前半小时还在那看微信，
那时候是一个班子一个机器，他每一个机子都盯着，没有一步他不参加的。因为他等于是真是《西游记》的一个精神支柱，当然也是我们家这个精神支柱，所以他走得太突然了，现在还没我还没缓过劲儿来，是这样的。但是就像您说的，特别遗憾，就在去年的4月份，杨洁导演离开了我们。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在电视机上去重播那部经典《西游记》，但是像今天这样，尽可能的把我们能够找到并且邀请到现场的演职人员们一次又一次聚齐的这个概率，其实真的会越来越小。今天得知我们剧组会来，现场的观众也特别的有心，准备了一份暖心的礼物。今天得知我们剧组会来，现场的观众也特别的有心，准备了一份暖心的礼物。其他的一些演员和工作人员也离开了我们。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请问二位长老，见孤不拜。你若比得过我，你真的要解散吗？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你若疑惑我的宝术，袖子里装鬼来哄我。别的贫僧不敢夸口。我是黄眉老佛。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要想破他的金光，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多谢师父。在这样一个时刻，真的要记录一下，每一次重聚其实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我们的艺术会永远在路上，我们会永远用自己的努力带给观众更加精彩的作品。我们也请娜娜用 vivo X20 帮我们来给这个我们最爱的剧组来个大合影吧。1、2、3。王牌对王牌。好了，各位，到底谁获得的那部通信工具可以打通那个电话呢？谁打通，谁就获得今天整场最终的胜利。沈腾队，请验证 vivo X20 能否拨通。这部对应的是大年初一上映的《捉妖记二》，主演井柏然。肯定是这部了。如果是他的话，将会连通的是《渴望》的主演凯莉姐姐。喂。喂。
凯伦老师你好，这里是浙江卫视 vivo 王牌对王牌。您的电话拨通了，也就意味着选中您这路通话的那一队今天获胜了，选中您的是王源。哇，老师您好。您好，对，问一下凯丽姐啊，就是因为您主演的那部渴望，真的那时候让所有人都是为之痴迷的，像我爸妈那代人真的是追着看。你可真够逗的，厂子里干活天天见，大热天还跑这么老远。然后你也经历了中国影视剧接下来那么多年的这个大发展和大繁荣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内心的这个感受吗？我觉得一路走来确实是经历了不断的探索前行与奋进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的文艺确实是迎来了百花齐放的这个繁荣的春天。好，谢谢凯雷姐姐啊。谢谢凯雷老师。晚安大家好。能够见证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我的作为演员的一个荣幸。继续讲好中国故事，弘扬西游传统文化，创作出更多的艺术形象，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经过几轮比拼，王源领衔的人气爆红队战胜了沈腾带领的实力出众队。我要宣布的第三季 vivo 王牌对王牌第一期最终获胜的是王源队。恭喜小源，绿水青山小狼助力，小狼酒公益基金与王牌家族一起为环保而战。此外有两对优秀青年演员联袂原版主演重新演绎的外来妹、北京人在纽约、奋斗等三部优秀经典作品片段将在大年初八晚同一时间为您奉献，敬请期待。请王牌女郎送上王牌。来，各位一起狂野，有没有 X20？ 好，来吧。我就是王牌，全场的目光只为我聚集。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本节目音频内容信息网络传播权由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独家享有。登微博王牌对王牌话题，参与节目互动。浙江卫视联合绿色浙江发起绿水青山王牌守护公益计划，收取绿色包包为爱豆种树苗，与王牌家族到两山发源地一起守护绿色治水清污。感谢腾讯视频、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爱奇艺、优酷视频、搜狐视频等平台对本节目大力支持。下载人民日报、新浪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Zacker300搜索界面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